这屋天天的没法待了。乔彪，你赶紧给我出来！你自己看看啊，咱家现在还能待吗？干什么玩意儿你啊？你再看那饺子都长毛了。哎呀，这点事你就收拾了呗。上星期就我收拾的，那这星期还我收拾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磨磨唧唧，磨磨唧唧干啥？你就收拾了呗，你这。你咋就知道玩呢？一天天的、哎、啊！你不爱玩吗？是不是？咱俩今天玩游戏，你不跟我玩都不好使。咱俩打扑克。这样，咱俩玩个新游戏啊！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谁不准出声，谁不准动，行不行？那来我家喊一二三。我的妈呀！多大点事儿？我跟你说，就我这一二三。哎呀！这两口子怎么不锁门呢？这进来贼咋整咋整咋整？这两口子对我老好了，哥嫂子，你看看，就知道我好吃饺子。哎呀，给我留的绿豆面的，哎呀，酸菜馅，这不长毛臭了吗？我说你俩过日子能不能精细点？这家让你俩造的。完了，哥哥又是娃了哦，干起来了哦，干啥干呢？两口有话说呗，说呗。哥哈，哥你再不动，我给你吃酸菜馅饺了哦。动啊！我嫂子，我哥那不动啊，你我都吐了，你怎么还不敢动啊呢？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不是我哥和我嫂子，我哥摆家里假人，摆俩假人，我得看看我嫂子做的真不真啊！摸摸嫂子胳膊，看滑溜不？啊，滑溜！哎妈！滑溜！我得亲亲我嫂脸，看嫩不嫩啊！我这是你输了！哎呀！什么？动过来！哎，你干啥来了你啊？啊啊！我来找你玩，进屋你就定那儿了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儿啊！大兄弟，我给你讲，我和你哥俩跟这打赌呢，谁先动，谁先说话，谁就输了。那哥，那你输了，我输啥呀？我输？我没你，我能输啊？啊？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没关系是不？啊，认打认罚。不是你动了了，你输了，我认啥？不认，输手了啊？啊，行，一会儿我跟弟妹说吧。这罗锦小金库啊，在那个哥，别说小金库，认识不？咋罚？我屋乱不？太乱，收拾了。还告我媳妇儿。